好安全带之后，请戴上您的 3D 眼镜。严格禁止视频录制或任何形式的摄影，以防可能干扰拦截者号的防护盾系统。由于拦截者号将在野外行驶并穿越风暴中心，我们可能会经历一次颠簸的旅程，请您在行驶过程中不要松开安全带，更不能离开座位。如果在行驶当中您感到眩晕或不适，请使用卫生带或闭上眼睛。当旅程结束后，请向右手边按顺序退场。在整个活动过程中，请遵从您的指挥官以及极端气象研究院团队的指示。谢谢您今天的参与，并预祝您有个顺利的风暴之旅。